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哎，我们现在讲的，因为所知一，一在哪里啊？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本来就是非常不容易读的，不容易懂的啊，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一头雾水是非常正常啊，因为阿赖耶识太深太细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设法啊，尤其啊，我们来讲说。所谓的唯识系哈，它会有赖也缘起的观念，跟中观系、波瑞系的缘起不大一样。中观波瑞的缘起是怎么讲啊？缘起性空，中观不二嘛，中道不二，对不对？它没有特定在哪一个地方，有情众生也是缘起性空，山河大地是不是还是缘起性空啊？但是如果是唯识系、唯心系的话呢？他就必须要建立在有情众生才有心事可言，这样理解吗？是不是有情众生才有心事？山河大地有没有心事啊？没有心事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，哎，刚才也是人家问说，我的这个色身，我的正报体是由我自己变现出来，我们觉得可以接受，但是山河大地怎么是我变现出去的？对不对？大家是会觉得很奇怪，那其实不是说那里，当然山河大地是不是也都是因缘所成的？它是因缘所成，只不过比方我们生长在台湾，台湾的山河大地跟我们立刻相应，那个是不是比较相应啊？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，如果这一个大地震，那我们是不是就马上受害啊？啊，昨天日本又地震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也会很担忧。为什么很担忧？因为离得很近，越近是不是越担忧？有没有这个成分在？如果是在很远的地方，我们的担忧的程度是不是比较低一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有我的缘故，是不是还是从我来？都会从我执来啊，这是必然的。我们本来就是有我嘛，那学佛。是学着要无我，对不对？越是无我，我们的烦恼会越少；越是有我呢，烦恼会越多啊。所以呢，所谓的唯识系，它的缘起叫做赖也缘起，赖也缘起，总说叫做赖也缘起。好，虽然我们在可能在读就会知道哦，有所谓的赖也缘起跟业感缘起，其实这两个合起来讲还是赖也缘起。啊，尤其在我们的第29页也讲，本论重在赖也缘起，业感缘起哈、啊，当然这个是分别爱非爱的缘起哈、啊，这个没有关系哈、啊，我们这个下午会讲到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啊，因为唯识唯心，它必然要从有情的生命来讲起，啊，而且是要有所依，啊，依靠的，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嘛，大圣是不是把？赖也当作所依啊，但是如果是声闻呢，小圣是不是当作能执？这是所执了，所执所依嘛。但是呢，刚才我们讲说爱乐欣喜哦，赖也，它是不是属于能执的这个部分哈？不一样，那这个是所执所依哈，也就是说从这赖也当中里头呢，充满了种子。有两大类的种子哈，一个叫做业种子，一个叫做什么名言种子。那所谓的业种子呢，是一种易熟的习气，它属于有知的熏习。什么叫有知的熏习？就是十二因缘法里面讲的啊，从无名行识名色六入处哈，这个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有没有？尤其在有上。触受爱取有嘛，对不对？有本身是不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什么造业、造作业力？有知熏习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种子里头呢，有一种叫做业种子。业种子呢，它是叫做易熟习气啊，就说这种业呢，所谓的业就是说，我们说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什么？业随身有没有？这里面有业的种子，就是说这种业它当中的那个含藏着这样子的因缘，
那这种有易熟习气哈，所谓的易熟，我们就要把它在另外一个解读，就是它提供了生死。因为易识而熟，易性而熟，易类而熟，有没有？我现在下种子不是马上就成熟，它是不是要一段时间？我现在下的是善的种子、恶的种子，但是我下一辈子的业报体本身叫做无记性的业报体，它是易性而熟。还有易类而熟，就是我在人当人的时候，我下的种子确实我可能结成熟，熟在哪里啊？可能变畜生道，可能变天道，是不是都有可能啊？那叫异类而熟，而且它会变异而熟，也就是说它因缘排列组合之后呢，它会形成出不同的什么果报体。好，那这果报体就像我们讲的，这个是正报嘛，还有我们的大环境就叫做什么依报，山河大地其实也是我们的业报体哦。我们会感受在哪一个国家里头，这是我们的医报啊。好，如果到非洲，是不是就非洲的医报？如果我们投生在那里，那个也是我们的医报。好，所以那个正报医报嘛，好，会形成出什么？因为报体报它本身就是一种果报，果报体，那就看这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因缘。好，所以呢，总说呢，会有两大类的种子，就是属于业种子跟什么名言种子。那名言种子就是我们现在点滴的所讲的话，非常典型的哦，是表叫做什么表意名言，还有一种叫做显境名言。显境名言就是哦，我们现在上课的样子、气氛那种 feel 啊，那是。那是不是叫显性名言啊？那个时候没办法用什么语言把它讲得清楚的，那个也叫做什么显性名言。所以我们都共同，我们目前在这里也是共善业的状态耶。好，所以呢会有表意名言跟显性名言。那这个属于什么等流习气，等流习气，也就是说哦，我们在这里听经闻法，佛陀也讲嘛，我以一一眼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有没有？不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有它的什么等流性，不会差别太大。就是哎，我们现在都是在听闻啊，都是在怎样多闻熏习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也亲近善事哦，比方印顺导师是我们最好的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在读他的著作。亲近善事嘛，多闻熏习，并且我们还要如理思维，然后法随法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些呢会有它的什么等流习气，也就是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有没有？是不是都是善，就都是心非常的善念善因善缘才会来到这里耶。所以在这里比较不会去提到外面的电影演什么啦，那个什么哪里台北又多了一家什么餐厅啊，又是如何的，是不是就比较觉得那个不重要了，而在这里感受到那种的什么法味。它是属于等流的，这样能理解吗？它属于等流。那这种等流为什么会叫做等流呢？其实它会有所谓的什么我执跟法执的问题。也就是这个也是透过我们自己的理解，还有呢对法的理解。那这种法的理解，我们这里有个名言的熏习跟什么我执，其实这个也就是我执法执了。就是我执呢，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，其实各有不同啊，还有我感受到的外在的所有一切。所以呢这个叫做二取。什么叫二取？能取所取，有没有？有时候也是读了这个才赫然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唯识三十颂里面曾经有一句话讲到，由诸业习气，有没有？二取习气聚。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，明明是二取，一直讲三个，从哪里来？业习气，这个叫做业习气，这个叫做二取习气。
看懂没？其实讲的是三件事情。其实他这是三件事，哎，业跟什么二取，叫做能取所取，有没有？我执是不是能取的部分啊？啊，我能取，然后所取，我之外的所有一切，叫做法执嘛。我们是不是都有取的那种倾向，才会有所执？所以这个叫做业习气。这就叫业习气啊，由业种子而产生所谓的习气，然后呢，透过这些习气又怎样，又熏习。哦，所以说由诸业习气二取习气聚，这是不是三种呢？其实总共三种哦，它是三种哦，前一熟即尽，有没有？我们这辈子怎么来？是不是因为我们上辈子完毕了，才来到这辈子？我们这辈子是不是有朝一日也会没了，然后又到下辈子去？这样理解吗？前一熟即尽，复生于一熟。这样没有看懂？对，上辈子结束来到这辈子，或者我这辈子结束，是不是又到下辈子去？生命是不是就这样不断流转啊？生命就是这样子在流转哦。所以我们的这个一熟，一熟就是那个就是生死的这个生嘛，是不是会形成会有所谓的正报跟异报啊？哦，那刚才也正好讲到至尽无生，有没有？尽至无生，声闻它是不是透过尽至无生啊？它为什么会尽？因为它不要了，它要切断，它就有尽。为什么会有尽？有量才会有尽呢、啊？无量就无尽。如果是菩萨呢，其他是无尽的。他的无尽呢，我们说菩萨为什么无尽？因为他必须要一切尽至处转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要去面对一切尽啊？啊，一切尽至，从一切尽里头是磨来磨去磨出我们的智啊。为什么磨出这些智来？就因为我们不断的在那边转来转去嘛，从这个挫折当中。啊，我们自我要检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多的挫折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我执很重的缘故嘛。那是不是也是就这样子转来转去，磨来磨去？所谓的智慧啊，真的是在逆境当中磨出来的。哦，那种挫折，所谓的顺境、逆境啊，挫折，这是相还是性啊？其实这是相。也就是在世间的这些相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哦，光是在相上我们就真的磨到，所以菩萨要磨到金闪闪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是要磨到金闪闪。为什么？哦，就是反正就是磨啦，只要有相就是磨磨磨磨。那要能够不被这些相所转去的话，就要怎样？要用一切尽智处转，指的是因缘。要一定要深入到因缘法，我们才能够接受这些境啊。接受境是不是才能够有智慧啊？而不是去拒绝。所以常讲说，所谓的智慧哈，是在什么困境当中磨出来的。哦，而且接受不圆满才是智慧。我们一直在追求圆满，但是都发现说好像没有什么圆满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反而是接受了不圆满。哦，那声闻为什么能够尽？就因为它只是自利嘛，它的目的是不是自利而已啊？它的智很有限，它就为了它如果它觉得它的智如果尽的话，它就能够到达生死的边缘地带，它能够怎样？能够证得无生啊，尽智而无生。而我们如果是菩萨的话，它是无尽的智。菩萨愿意生生世世在生死之流当中怎样利益众生啊？菩萨跟
跟声闻的智的那个本质，涅槃的本质是不是一样的？但是量不同啊。因为它的量少，所以它的智会尽，他会觉得，我这样就够了，我自我就满足了，我只求自我解脱就好，我不管别人了，不管其他人。他如果能够证得无我的话，他就能够无生。但是菩萨呢，反而透过无我而融到什么众生当中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会有名言种子跟什么业种子，会有所谓的等流习气跟什么异熟习气。那他熏习的方式呢，就是所谓的有知熏习。那这个有知是从十二因缘法里面的有知，十二因缘法是不是等于十二知啊？十二知，它也是业啊。十二因缘的法里头也是惑业苦，惑业苦双重的惑业苦，有没有？那个业呢，在过去世是无明行上面在下业的种子的。我们现在世呢，因为已经透过视名色六入触已经出生了嘛，受爱取有是不是我们又在下种子了？我想这个已经没办法再去写它的了哈。其实它也是惑业苦，惑业苦。所以我们用有知习气，有知习气，那这些呢会成长出所谓的什么异熟果，我们下一辈子的果报。所以前异熟寂静，我们因为现在是有异熟果的状态，所以我们会有种子啦，会有习气啦，会有熏习，会不断的熏习。其实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熏习进去啊。那这辈子的前一熟寂静复生什么于一熟，下一辈子的一熟果又会出现了，又会再生出下一辈子的一熟果。所以这个一熟果等于是由这三个合起来的，这样能理解吗？业种子是两大类的业种子，但是呢是三种熏习啊，习气啊，所谓的习气也是熏习出熏习过后的那种余习啊，它是不断的。那这里呢我们会看到，这个是属于轻因缘，名言种子是轻因缘，这个是助缘，助缘它会尽，它会消失，就如同声闻，它自我解脱的话，它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消失了？它可以不再来，可以不受到这个，可以不用再来生死。但是这边呢，它是要透过转依的方式。转依，何谓转依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首先要转迷起悟，转染成净，有没有？那转迷起悟，转染成净，其实很大的一个重点也在于这里面转善转恶为善呢、也就是说善的要多嘛，要能够是善的业善业嘛。我们之所以能够，因为越是悟是不是越能够善呢、越是净越能够善嘛。越是迷是不是就越恶，越是杂染呢？的恶其实就是什么烦恼，其实就是烦恼啊。主要还是烦恼，所以呢这转依就是这样子来转依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听经闻法是不是就是在熏这个部分啊？名言种子它是很重要的轻因缘哦，它是轻因缘，关键在这里，能不能解脱，能不能涅槃，能愿不愿意行菩萨道，很多的观念其实来自于这边，它是一种直料的因，后头会再讲到了。所谓的直料就是佛陀就教我们说啊，怎么来认识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不过只是五蕴合合，不过只是什么十二处合合，不过只是十八界，这些都是直料。但是这个是动力因哦，组合的动力因，
不断的让我们轮回生死，但是它是可以消失的，它是可以阻断的。那这边不是了，这边是要透过转依的方式。听经闻法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在转依啊？转染成啊，转迷起悟，转染成净，对不对？啊，转恶为善，我们的烦恼要少了。啊，越是迷，越是杂染，是不是就越恶的成分越多？啊，我们希望怎样善的多，因为这里面会记录，这里头会记录。好，那先有这样的概念哈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大概都离不开这个表格。好，我们再回头看哈。在我们的第65页，先不要擦，哎。在65页哈，倒数第三行有没有？一其生运是能感一手果报的什么有之熏习，这样看懂没？我们刚才只能快快念过哈，因为我们要想把这个部分解释完毕。好，所以看先有整体性的理解，再来看这处就容易了。这一其生运等于我们这一期的生命。是因为我们感哈、能够去这个感了一手果报的什么有之熏习，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十二因缘法里头，是不是不断的在轮转呢、流转呢、不断的在流转啊、那能感一起果报的什么业力，有没有？这是不是一种业力啊？因为它是业种子嘛，它有业的习气，有一手的习气，所以呢是随逐这报体而存在于什么消失，它是会消失的、不是一直存在的。像声闻是不是就是让它能够有断的机会啊？那声闻如何让它断呢？刚才我们也讲声闻有生之年是不是也是修智慧，智慧是关键，但是要有定去怎样扶住它，扶下面的。刚才有句是以为是扶六根，不是扶的扶下面的，因为这里是我们再生的力量，如果把它扶住让它不起作用的话，就不用再生，就是消失，就让这股力量消失掉，它可以不再来哦。是用定扶下头的扶阿赖耶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去分莫那跟阿赖耶，他就直接这个就都叫阿赖耶了，去扶住他，让他不起作用，让他不起作用。所以他说，那我们现在说没有能力的时候，就一直跟他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，他一直作用，那一直作用，我们就一直生死轮回，这样理解吧？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就是那个聚合的力量很大嘛。是不是那种原生的力量很大，虽然已经消失了，但是它还会再聚合、好，所以这个业力哈是随逐这报体而存在、与消失、当然这业报体不在的时候它也是消失的状态，但是其实它又会怎样又形成 下一辈子的那当然我们说、如果是声闻来讲的话，它能够断生死流的话，它也能够消失哈。它不断的怎样穷生死运嘛，所以我们的穷生死运是不是就是这阿赖也是不断的在流转啊，下面可以不断流转了、上面是不是就是一期的生运啊，上面叫做一期生运。我们当我们拥有一期生运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是一念请运，我们的念是不是很快的在无间灭意，有没有？是不断的在生灭啊、好，那一切法不出什么色心，色是属于物质，心是精神，对不对？物质与精神合起来的、然于无色界处见什么色断，有没有？
三界里头是不是欲界、色界，然后什么无色界？所谓的无色界，就是因为它的色断，色断。问题是怎样？它的种子没断哦，它的色断只是什么现行上面的断，不是种子断。所谓的现行，就是看是上面的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上面，上面是起现行哦。下头是不是有种子啊？因为在色界定里头啊，这个眼耳身三二地居有没有初禅？何谓初禅呢？其实初禅不过只是色界定里面的最低的哦，剩下什么眼耳身三嘛？有没有眼耳身三？就是鼻舌先怎样没有作用，但是。鼻舌的那个的那个什么作用还就是说它的那个种子还在，只是它不起作用。等到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时候呢，前五识都没作用了。前五识没作用，也就是我们的身根呢，属于色身的部分呢，它是不是就在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它几乎没什么用到？然后到无色界的时候呢，这个色对无色界的有情生命来讲的话，已经没什么用处了，所以叫做无色界，是因为色生根从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已经没用了，所以到更上的话呢，都只是什么事无边处嘛，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，有没有非想、非非想处？那个都只是这里面的问题，跟外在的这个色身没有太大的关联，所以它不过只是色断而已啊。它的种子在不在？还在。无想定呢？无想定呢，也是让这里暂时没有心去想，但是这里的种子还在。虽然一切法不出色心，但是我们说在三界当中，是不是也有一个无色？这个有什么无想？看起来好像这个也会停止，但是它不过只是现行的部分停止，它的种子没有停止，这样懂吧？种子在下头，现行的部分色断心断的，这个心不是说整个心都断掉啊。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心只是讲上面的心，我们的想在这里耶，我们感觉到有心的存在，是不是也是比较在这里啊？因为上面粗，上面是不是很粗啊？不用透过修行我们也容易理解嘛。世间法是不是都用在上头所以科学家就说一切都要证明，要实验，要证明，那只有这个部分。但是我们说生命生死是不是很难证明啊？生死不是只有在上面啊，世间法大概都只有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世间法都在上面，但是世间法是不是还是有限的其实都还是有限的都只是上头。所以这里的这个心断无想有没有见到心断？第六十五页最下面无想定是不是无想定的时候见到了什么心断的？这个心要知道是什么，是不是第六意识的心啊？他没有去想了嘛没有想了就说一切法是不离色心啊，不出色心，但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色心也会停止也会断无色界色断，无想定是不是心断？但是所断的只是什么色心的现行而已并非种子。有没有种子？是不是依然存在？所以这色心的名言种子，在没有转意以前是没有间断的。这样能不能理？这样就比较读得懂了
所以各位真的是要来这里听啊听啊，我也是要透过讲我才可能逐字逐字的去解释它，不然的话真的你说要我们自己看啊看，说能够看到这么明白是很困难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困难，如果没有一个啊、一个一点有点系统来讲，是不是就很难很难理解哦。所以种子里头是不是有名言种子，还有什么业种子，这样知道吧、哦、这是属于名言种子。名言种子是不是透过转移的方式啊？其他是透过转移、哦、是透过转移的 哦。所以在没有转移以前，没有完全清净无染就是成佛了嘛，还未成佛之前是不是都还是有种子的？纵然到第三大奥僧祇劫的菩萨呀，是不是还是一样有名言种子啊？还是有他有杂染过的种子的？哦，这些都还没有断的了。所以呢，色心断了还能够怎样升起？并不是断了就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种子还在，种子还在的缘故。哦，所以非阿赖耶识当中彼种有断呢、啊，并不是。啊，并非是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种子断掉了。阿赖耶识的种子有没有断啊？没有断呢。什么时候完全断呢、啊？成佛，尽虚空界，我们这全部都化掉了，都抹掉了，都没了。只要有，是不是都可以化得出来啊？只要有杂染就化得出来，没杂染就化不出来。所以成佛是不是尽虚空界啊？啊，故知彼部所说的穷生死运啊，这个是属于啊，这个分别说部里面的化地部，化地部呢有穷生死运这样子的名相。这个穷生死运指的就是什么？阿赖耶识，看懂吗？虽然他没有用阿赖耶识啊，虽然他没用阿赖耶识，但是。他指的是不是就是我们、啊、透过唯识来看待，其实讲的就是什么？就是阿赖耶识、哦、那如果是大众部呢，他用了根本识，根本识也是什么？阿赖耶识、哦、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增益阿含里头也已经讲了爱乐欣喜阿赖耶，不过这个出现的那个非常的少，它只有在增益阿含，而且好几个地方的增益阿含不见得看得到，但是它也曾经出现在增益阿含里头、哦、也曾经出现，所以它非常的微少。也就是说在原始佛教时期，在大圣兴起之前呢，几乎没有用到阿赖耶识，几乎没有，只有在什么增益阿含出现了哈，爱乐欣喜阿赖耶识啊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大众部就是用什么根本识啊，这个化地部用的是什么穷生死运啊，来讲什么阿赖耶啊。好，那总结成立什么阿赖耶识哦。哦，所以在我们的科判表哈、哦，总结成立嘛哈、哦，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声闻异门教有没有？声闻异门教啊、哦，不同形式的声闻教当中有没有讲到阿赖耶识？虽然啊、这个增益阿含里头出现了一下啊、但是呢，大众部用的是什么根本是啊、化地部用的是穷生死运啊。哦，那现在总结什么成立什么呢？阿赖耶识哈。所以呢，如是所知一有没有？是不是又回到最前面的？我们现在在所知一章嘛，所知一一在哪里？一在阿赖耶识上面呢？啊，说阿赖耶识为性啊，为它的特性。说还有呢，啊，这个阿陀那识啊，所以在我们的科判表也可以看到嘛，啊。最前面是不是先交代的就是什么阿赖耶教有没有？然后阿陀那教
啊，也就是在讲阿赖耶识为性，阿陀那识为性，有没有？之后是不是心教？啊，专门在讲心的这个部分，心为性，有没有？啊，乃至于阿赖耶为性，这里讲阿赖耶为性，就是在讲增一阿含的那个爱乐心喜阿赖耶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个也只是讲到阿赖耶，没有讲到事哦。对不对？啊，在我们的第六十三页的本文有没有爱阿赖耶、乐阿赖耶、心阿赖耶、喜阿赖耶？所以这里是不是又一个阿赖耶为性？这样懂吗？然后根本是为性有没有？是什么？大众部、穷生死运为性是在化地部等，这样懂吗？讲不清楚哦，所以最从最前面就是在解释阿赖耶识，然后讲到阿陀那识，对不对？然后讲到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讲到我们这一节里头是不是讲了三个，一个叫阿赖耶爱乐心喜阿赖耶，然后大众部讲到根本是啊，化地部讲到穷生死运为性，这个性呢就是特性啊，就是在《大圣广武运论》也是常讲说，以什么为性，以什么为业，有没有的那个特性主体？由此一门呢，阿赖也是成大王路啊，啊，也就是说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说法，但是呢，指的是不是都是在讲阿赖也所知一一在什么阿赖也是啊？阿赖耶识又可以叫做阿陀那识，也可以叫做心，又可以叫做阿赖耶，也可以叫做根本识，也可以叫做什么穷生死运。所以阿赖耶识成大王路啊，就是说他这个路是很大的，四通八达的啊，他是四通八达，不仅大圣如是说，是不是在声闻圣也找得到他的一点源头啊？也可以找到他的源头哦，啊好，那这叫总结成立，有没有？啊，接下来遮义士有没有？也还在圣教当中。啊，因为我们第一节里头是不是就是哈、啊，第二章第一节就是在讲什么？这个从圣教中来安立阿赖耶识。啊，那第二项，啊，第二项，第一项就是释名以正本事之有体嘛。有没有这个本事？是不是就在讲阿赖耶识啊？哦，它是有体的。好、哦，那现在遮义士，遮义士哈、哦，在第六十七页哈、哦。好，复有一类啊哈、哦，还有一类的学者啊、哦，讲到心义士啊，说所谓的心义士。当然我们如果说诶，我们前面也在讲解释什么叫做心意识，是不是也有它的深浅度啊？啊，但是有一类的这个学者呢，啊，学习的人学者啊，在68页有没有？有一类学者就说，心意识的这个意义来讲的话，只是文艺啊，啊，他就说它的意义是一啊，只是它的那个名相不一样而已了。哦，就说这三者的体性跟意义没什么差别，啊、哦，意义而怎样文艺啊？那这个是不是不对啊？啊、哦，因为我们也很清楚，心意识是不是有它的深浅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我们说这最下面是不是叫做心呢、啊？这个叫做什么意？这个叫做事，哦，而且不止这个事。往往有时候把这个合起来叫做一意识，这个叫一意识，前六识又可以叫做一意识，整个都叫做识。所谓的识呢，跟我们的外这个现象比较直接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并不是意义文义哦，是不是意也是意的、啊、这样懂吗？因为它有不同的含义法义嘛。但是有一类的人我认为说他的法义没什么差别，只不过用的文字不一样而已，这样是不是不对啊？
啊，于是呢也要有所解释啊，所以说事意不成啊，有没有？在本文对不对？事意不成，这样子的说法是不对的啊，因为意事两意呢差别可得啊，光是意跟事呢，其实都还是都有差别可言可得，更何况心意是不是意因有意啊？这样懂吗？哦，光是上面的意跟事都有差别，更何况还有更深的意耶，心耶，有没有？哦，当知心意啊，意因有意啊，哦，并不是意一而闻意耶，它意是不是已经意啊？不一样的哦，这些含义是不是甚深的法义是不同的？很清楚的规范出来哦，并不是都一样，不是含不隆冬全部一样的哦，它是有差别的哦。哦，那这个是比较针对哈，哦，比方像声闻学者之类的啊，哦，好，那还有一类的学者呢，哦，在为什么呢？婆伽梵，也就是佛陀啊。哦，婆伽梵所说众生爱阿赖耶乃至广说，啊，爱阿赖耶，啊，乐阿赖耶，心阿赖耶，喜阿赖耶嘛，啊，这些这个是不是也都还出自阿含，啊，所以呢就是另一类的小圣师，有没有？小圣的这些，啊，这个学者来讲的话，啊，那么在68页有没有第二段这一类的说世尊所说的爱阿赖耶等四种，啊，其实不只是爱阿赖耶嘛，乐心喜是不是啊？总共有四种啊。那这类的呢，他们都指什么？五取蕴说，五取蕴，也就是讲说这些等于他们会认为，因为他们不去接受，不去承认阿赖耶是。而他们觉得说我们就用五取蕴来讲，哦，或者呢有一些他就是说有余富为什么呢？贪聚乐受也名为阿赖耶，他们不用阿赖耶，哦，他们不用阿赖耶是，而他们自己说，哎，用五取蕴也行啊，哦，或者用什么贪聚乐受也行啊，哦，另外还有呢就是说那就用萨迦也见啊，也可以名叫做阿赖耶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里面总共有三种哦，一个叫做五取蕴说啊，好，那在第68页的解释当中哈，啊，他说所谓的五取蕴说是什么呢？啊，就说透过五取蕴呢，是出离生死所离的对象，也是我们众生所取着的东西啊。因为我们说我们是五蕴合合出来的生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也因为我们有所取，所以呢，就会怎样不断的流转生死啊。啊，那为什么会要取呢？因为跟贪聚乐受有关系。如果我们不去起贪聚乐受的话，就不会去取着五蕴。啊，所以呢会有一类的小圣师也讲说贪聚乐受才是阿赖耶的体性。啊，那还有呢就是众生也有我见，只有自我嘛，所以起什么自我的感觉。啊，会起自我的感觉。啊，那这种很深沉的我见，啊，如果没有我见也不会去染着乐受嘛。那不会染着乐受，是不是就不会去取五取蕴呢？ 啊就不会五取蕴呢？ 啊所以又有一类的小圣师呢，就说萨迦也见，因为这个我见是不是就是萨迦也见呢？ 啊我见才是阿赖耶。 啊所以上述三师有没有，都是因为执着有，啊，别有一种法名，啊，别有另外一个法名，有另外一个法名为阿赖耶，也就是不承认他是什么阿赖耶，不认为阿赖耶是本事，他们会想要用什么五取蕴，或者用贪聚乐受，或者用萨迦耶见来取代阿赖耶。好，那这三种见解或者是论主的假设，因为我们造论是不是都有论主啊，
啊，我们的摄大圣论的论主是谁啊？无着菩萨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许是他的假设，啊，或许呢是在有部当中也真的有这么多的意见呢，啊。好，啊，好，那大圣呢也要去破道，也要去破除这样子的错误的见解，啊，所以呢，那么就偏依不了义教啊，啊，那么也因为没有了义的教，所以就不会有殊胜的政治啊。啊，就是说我们当然要依了义教，是不是才有机会去政治啊？政什么治啊？有没有？我们说政真断惑，是不是我们政的是什么？涅槃，对不对？菩萨呢他是忍而不政，是因为他还要再继续啊，因为他一旦政真断惑了，是不是就出离生死啊？啊，所以这里的政治的政，也就等于是去验证了真理的现象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，就说一般来讲的话呢，属于小圣声闻，如果是依着不了义教，就不会有殊胜的什么政治。那主要就于什么藏事啊？啊，我们常那个八事规矩颂里头是不是讲到浩浩三藏不可穷啊？有三藏，有一种有藏事啊，这个藏是不是也在阿赖耶里头啊？啊，其实是在阿赖耶里头，所以呢，有此意执的缘故，所以呢，就会把这个五取蕴呢，或者贪聚乐受，或者萨迦耶见，看为赖耶的字体，啊，把它当作是他的字体，啊，所以来安立什么阿赖耶名。啊，来安利这种阿赖耶名，啊，好，所以呢，这段也就是在讲我们的本文里面的第三行，有没有？啊，此等诸师啊，由教及正，有没有？由教及正，啊，那因为这些诸师是不是都属于声闻小圣师啊？啊，那声闻小圣来讲的话呢，他比较是不了义的教。啊，不了，就是这个无法了义啊，那么也无法治政，就因为于什么这个藏事了，应该用藏比较好，因为浩浩三藏不可穷的藏事，所以呢，故作此执啊，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执着，认为这三种呢就是阿赖耶的字体，所以就如是来安立阿赖耶名。啊，那随声闻圣安立这样子的道理呢，亦不相应啊！啊，说实在呢，其实是不相应。为什么会不相应呢？那么后面就会解释，这个是有过失的，啊，是会有过失。也就是说，这样子其实是不圆满的了。啊，因为之所以会用这三个来取代阿赖耶，往往就是因为于什么尝试嘛。啊，对尝试这样子的观念呢，是愚昧的。如果不愚的话呢，啊，如果不愚的话呢，取此尝试来安立彼说的阿赖耶名呢，如是安立则为什么最胜？啊，如果不愚于尝试的话，因为这个尝试本身其实就是什么阿赖耶，就是阿赖耶是嘛？那你干脆就直接安立这样的名相就好了，就最为殊胜了嘛。啊，所以云何最胜？为什么说这样子最殊胜呢？那么后面这几个部分就是在讲，如果我们是取啊，如果是用五取蕴来名阿赖耶识的话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不够周延的了，是不够周延哈，啊。为什么不够周延呢？因为比方生在恶趣当中。那在恶趣当中是不是一向苦处啊，最可厌腻啊，啊，就说以我们有情众生是不是也有可能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，那堕到三恶道，如果我们一直是无取蕴的话，那纵然到三恶道，我们是不是照样也在无取蕴？那实际上呢，我们是不是，啊，如果在三恶道的众生是不是一直想要脱离啊，啊，因为那个不是可易受啊，
那里是不是都是不可易受啊？哦，我们就会想要乖离嘛，是最可厌腻的。哦，但是众生一向不起爱乐，于中执常不应道理呢，以彼常求速舍离故啊。所以呢，叫做无取运呢，这个还是不通的，因为在三恶道当中，其实众生并不是无取运的状态，这样懂吗？哦，其实是不喜欢的，哦，因为一向不会起爱乐的了，不会想要在当中，但是为什么还是在当中？是不是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把我们绑在那里啊？不是只有无取运哦，因为无取运的这个部分还比较表浅啊。哦，而且我们也讲声闻圣，他是不是比较从相来想啊？声闻众相哦，菩萨众性，有没有？声闻是不是还是透过相来思考的啊？哦，比方厌离生死的现象，想要心入涅槃的什么相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有所出有所入啊？对不对？厌离生死，心入涅槃，是不是还是从相来想啊？哦，既然从相来想呢，是不是比较表浅？那这种常识来讲的话呢，是非常深的部分啊，也等于是还有很深的常识的缘故，所以呢就无法怎样速舍离啊，以彼常求啊速舍离故啊。其实在一向苦处，我们是不是都会想要舍离，却是舍离不了，那必然是有一个更深的什么常识，也就是阿赖耶识，把我们把这些三恶道的众生怎样啊，等于是这个束缚在里头出不来，是不是有更深的这个部分啊？不然我们一旦这个不要无取运的话，就可以走嘛。我们之所以会无取运，是因为我们爱乐欣喜啊，我们自己的这个哈，啊，自我的缘故嘛。好，啊，好，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，阿弥陀佛。